好，我们再回到这边来。记得我上次提到哈，这个的图形是非常好。我再强调一下，这个是横轴是 Omega， 好吧？横轴是 Omega 啊。那这个是一个 peak 值，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频谱在像这样的一个频谱啊，这告诉我们说，是不是有某一个频率，是不是会有某一个频率啊？那么使得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最大值会跑出来。好，那在我们设计里面，这个是一嘛？对，在 DC 的时候是一。那上次有提过说，做频率响应的话，你要很关心的一些事情，就是低频的部分、高频的部分，好，那当然中间要看它的形状的样子哈。那这个是针对 magnitude 来说，好，是针对 magnitude 来讲哈。好，那我们后来去整个运算下来哈，发觉说有某些条件底下会有 MR， 好，这个条件是要这个东西哈要大于等于零的时候就会有，好，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件底下。在这个条件底下呢，它的确是会有一个 MR 跑出来，而且呢，它只是这样。那这里的重点是这个 MR， 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共振的这个频率啊，它只会跟 damping ratio 有关啊，跟我们参数里面的 omega n 这个是无关的啊，它只跟这个 damping ratio 有关而已。那只跟 damping ratio 有关，变成说我们在设计这个，当我们在设计控制系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考虑的东西，假设你要设计一个参数，会有两个去影响你。那对你来讲，是不是调一个这会动，调这个也会动，那会比较麻烦哈。如果现在有两个东西，那对这个来讲，只有其中一个会影响它的话，那你一般来说你会先把它先会去动这个嘛哈，因为动这个时候不用考虑另外一个，所以这个 MO 不 MR 跟这个我们在 time domain 的 MO， 它们都是只 depend on damping ratio， 所以在我们设计里面的时候 ，damping ratio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一旦你把 damping ratio close loop 的那个 pole 的位置那个决定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这个东西大概都已经决定出来了哈。那为什么我很保守的讲一个叫做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限制是不是系统都是两阶的系统？我希望各位在听课的时候，你要听完整一点，千万不要只听结论而已哈。在我们在设计这个 MR 的时候，当时的假设是不是像这样的情形？你看，我们是不是假设我们的这个系统是一个两阶的系统，是吧？但是说一般的系统不会都只有两阶嘛，一般系统会两阶、三阶、四阶会更上面的。那为什么我们只学一个两阶的一个系统而已？那不是说我们只学两阶，而是两阶在我们从数可以直接连到数学这边来，就数学的结论跟你实际做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哈。但实物在上面来讲，它不会有两阶，实物可能会三阶、四阶。那在我们的做法里面，所以那个我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三阶系统代表三个 pole 嘛，四阶系统代表四个 pole 嘛。如果这个 pole 之间的相对的，就比如假设有两个 pole 在这里，那另外两个 pole 是在这边，那请问对你来讲，这是四阶的系统，对不对？合理吧？那我们在应用上面来讲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只学到两阶啊，那你碰到那四阶的该怎么办呢？哈，当然阶次高的时候，所以 MATLAB 才会有市场嘛，你必须透过 MATLAB 做完整的一个模拟。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控制设计师的时候，你刚开始在外面跟他谈东西，你手上又没有 MATLAB， 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对你来讲说，这样的一组 pole 跟这样一组 pole 虽然是四阶，我们一般把它看成用比较重要的两阶来看，这个叫做 dominant 的 pole 嘛，哈。以这样 A 组跟 B 组来讲的话，哪一组比较重要 ？B 组比较重要嘛，对，越接近 G omega 轴的这边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很快的就会衰减掉嘛。这个对你系统的影响，它是很快衰减掉嘛？对，因为这个是比较长的嘛，它的 settling time 是相对比较长，所以对我们来讲，阶值四阶，我们会透过降阶的方式，哦，透过降阶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对等的一个两阶。但这个对等的两阶跟实际的四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只是对等的两阶很快可以知道它的 performance 大概长什么样的情形出来啊。好，所以这个在我们控制的观念内，这个叫做那个降阶了哈。那降阶是降成比较重要的 pole， 所以。重要跟不重要，一般要看降阶。所以，对我们控制设计师来讲，如果说我们这种很接近，你就没办法降阶了哈。因为这四个它的重要性，当然相对的这个比较重要，这个相对不重要，但是没有不重要到那么严重。那这个如果拉得很远的话，一般来讲就比较不严重哈。那这里有一个经验的一个法则了，我们后面也会提一下。这经验法则大概就是，如果说这个距离哈，这个这边有个距离，一般来说了哈，如果这个的距离之间哈。比如这个长度跟长度一般呢，啊，这是大拇指定律了，啊，大概在5到10倍的话就可以忽略不计，啊，好吧？我只忽略不计，不是就你可以把这两个忽略就好，这两个不是重要的 pole 这种的，并不是整个都不要，而是把我们后面会有一个 model reduction 的一个例子，让各位来降阶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例子哈，啊。所以我这边只跟你解释说，我们现在课堂上面告诉你，所以你要注意到我们有很多的假设，你千万不要只学到结论而已哈，啊。我们假设这是一个两阶的系统，
所以如果这系统是个两阶的话，那我们就会分析啊，就像你现在正在学怎么去分析一个两阶的系统。等到实物上面不是两阶，像我们这学期的课，下一个章节我们就要课设计控制器了。那控制器的话，它有两阶、三阶、四阶的，甚至本来就有两阶，你控制器设计就要变成三阶这种，或者变成四阶。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去拿捏这个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如果这个 PO 之间的距离稍微远了一点的话，啊，远一点的话，那一般的话我们会用近的来当作重要的参考设计的参考点，而把远的把它忽略不计掉。好，就如果是两阶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在解决这个两阶的问题哈。所以如果针对两阶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个 MR 的部分呢，只会跟 damping ratio 有关系。所以我们上次上课有特别提一下，如果说我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把 PO 放这里跟 PO 放这里，对一个两阶的系统来讲，这两个的 MR 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角度如果固定的话，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它的 damping ratio 是固定的嘛。对吧？啊，然后对圆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圆来说的话，是这圆上面每个点是 omega n 固定嘛？啊，这个你应该以前就已经学过了啊。好，这个是上次讲的一个很基本项了哈。这个是 MR 的部分哈。另外还有一个参数叫做 bandwidth 啊，频宽的部分。频宽 by definition 是绝对值的根号二分之一的地方了哈。那根号二分之一当然比较啰嗦了，所以我们一般都取平方。取二分之一了哈，也就是当我这个某一个频率哈，某个频率，这个频率叫做频宽的话，带进去就解这个方程式啊，啊，解这个方程式。那时候你说这方程式四阶很难解，不会的，因为这两个是一组的嘛，所以其实就是一个两阶的系统，不会复杂了哈。我们解开来，结果像，那说这个哇，这个要不要把它背下来？我跟你提过嘛，不用背任何东西啊。但是你要观察，千万不要数学弄出来以后就算哈，你终于把它做出来了，不要，你观察一件事情。对这个来讲，是不是它跟它成正比？所以你要观察的事情这样，对一个工程师来讲，我们要很快的知道这趋势嘛。就像这个，我们发觉它只 depend on 这个，然后另外的趋势是说，当这个大，你这个会怎么样？当这个小，你这个会怎么样？这个趋势我们必须知道。就当你把数学，像我现在打了两个大框框嘛，啊，这样大框框出来以后，你要知道这数学上面要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但你不要去背任何东西。对工程师来讲，你要知道趋势是什么？什么叫做趋势？对这个来说 ，damping ratio 如果越大 ，MR 它会越小。好，当在那个在这个范围里面啊，这就是假设是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式子是在这个条件成立底下啊。它对应的情况会，那这边也是一样，这边发现说，如果这个越大，频宽会越大，可以吧？这个越大，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趋势？因为我们到时候是看图识字。我作为一个 engineer， 我们做的事情都是看图识字，我们不是看数学识字的。数学由数学去了解的东西，是我们在课堂上要去 know why 的时候，你到外面去上班的时候，没有数学识字啊，你看到都是一些实验的图表啊。所以怎么样从实验的图表里面别人看不懂的密码你看得懂，那你就厉害了嘛。所以那跟我学，你就要学那个 图形里面的密码，你要把它学出来。好，所以这里看出来就这个趋势不是告诉你频宽会跟 Omega N 成正比，可以吧？好，就是说那 Omega N 如果固定，那它又跟这个成什么样的比例？所以我们往下来看，这时候我们直接做图来看，就做图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的横轴哈，这你也许这边不太清楚了，注意看一下你自己的 note 一下哈。这个横轴是 u， 好 ，u 就是我们之前的定义是这样哈，是 omega 除以 omega 就 normalize 的意思了哈。所以这边有重调一个 e 嘛，这个 e 的物理意义是不是就是 omega n 的意思？可以吧？好，所以注意一下，那这个这边是指这个振幅的大小，啊，这边有很多的参数是 damping ratio， 好的，所以你注意一下，这是 0.1、0.2。0.4 0.5 你看这个是不是往这边走，是不是这个东西变大的意思，可吧？那它是不是越来越小，就这个最大值啊，这个就相对是 MR 嘛，对不对？这就是 MR 嘛，可以吧？是 MR 是越将越小的意思，看得出来吧？好，再强调一下，横轴是频率响应啊，横轴是 Omega 的一个图形啊，那这边用 U 来代表是 normalize 的意思啊。所以你从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说，这是不是告诉你当这个越大，这个就越小的意思，可以吧？好，那你记得吧，我们当时讲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这时候的 damping ratio 是被限制在根号二分之一跟零之间，对，那根号二分之一是 0.707 啦。好，所以你往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0.707？ 好，你观察一下哈，在这里之间的话，是不是都落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这个范围里面是不是有比一高，它会就这个响应就会稍微拉高一下下，
MR 在这边会稍微拉高一下，这样可以吗？好啊，但是 0.707 的是不是这一条？刚刚好的地方，你看，你看这条红色的这一条哈，它的最大值发生在哪里？零的地方哦。哦，我再强调一遍了，范围 Denver ratio 如果落在这里的时候，最大值不会发生在零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最大值发生在两个地方了，上次说过嘛，一个是 U 等于，一个是 U 那个 Omega 等于 Omega R 之后嘛，另外说 Omega 等于零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最大的情况嘛？那所以还有一个 DC 的情况哈，所以你其实你可以以这条来说，0.2 对，这里是 local 的 maximum， 这里也有一个 local maximum， 但这两个比起来，这个变成 global maximum 出来嘛，是吧？所以最大值其实会有两个哈。那但是如果你不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最大值只发生在 DC 的地方。所以你看 0.707 这样，等到1的时候，你看1是不是在更下面？那这时候最大值是发生在1的地方。所以等于说过了 0.707 以后，最大值就发生在1的地方。那时候最大值是 DC 的地方发生最大值。请问可以吧？这张图表告诉你是这个哈，千万不要看到这张图就算了，因为看起来印得不清不楚的这种哈，它里面有很多含义在里头啊。好，那这个其实刚刚那一面成的线的是一样，只是这个是用这样子来做图而已。刚刚那张图的横轴是频率轴，就所谓的频率响应图啦哈。那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是横轴是一个 damping ratio， 所以这个式子只存在，这个式子会对只存在 0.707 之前。过了 0.707 以后，它的最大值就变成1了，最大值就变成1了，所以 MR 这边都是1的情况。好，那也就是说在这段过程里面，在这段过程里面最大值 MR 等于1嘛，对不对？这时候对应的 Omega R 就是0，在 DC 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应的最大值，每个地方数都有一个最大值，最大值对应的是 Omega R， 是跟 Omega R 有关。这样子可以吧？这时候 Omega 当然不等于零了哈。这张图有没有问题？好，那这张图又来告诉我们什么？一样，这边也是 damping ratio 是 0.707。好，啊，这个是刚刚那个是 MR 的图形啊，这个是发生共振的那个频率，那个频率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哈，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哈，落在这个范围的时候。这个 Omega， 你看这个 UR 是不是越掉越下，越掉越下来，越掉越下来。然后过了 0.707， 过了 0.707， 我们刚刚说 Omega R 是不是应该等于零？对，所以它你看就落在零的地方嘛。好，所以说这几张图啊，就你看起来，但你不用去背说，哦，这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好像帆船旅馆的那个帆船的样子哈，它不是这样啊。就告诉你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有 MR 跟一个 Omega R， 是吧？所以从这张图一看出来说 ，Omega 是如果 damping ratio 如果越大 ，damping ratio 越大，是不是 Omega R 就会越小？可以吧？好，那我另外问各位啊，那如果 Omega N 越大的话 ，Omega R 是越大还越小？大吧，对不对？因为 U 是在这里吧 ，U R 是不是等于 Omega R 跟 Omega N？ 所以当这个越大，当这个就跟着一起大起来嘛，可以吧？好，所以那一直变成说。这个大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或者我们就讲说，哎，这个大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我再跟你提醒一下哈，这所谓的大跟小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你看，我画在这边好了哈，一样，我习惯画的 close loop， 这个代表是不是 close loop pole 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这个越大，是不是代表说所以我这样画两条线啊？就记得像 A、B、C、D， 像这样四个点。好吧，四个点啊。如果我单纯请你来比较这个频率响应的话啊，比如这样比较频率响应的话，那你就是要告诉我了哈。我现在当然比这两个了 ，MR 跟 Omega R 了。好 ，MR 跟 Omega R， 那这样画起来，当然你看到我的，这我上次有讲，这45度角假设是这个好了啊，虚线这个对应的假设角度是45度角。好，那我是这样大概画一下啊，那。以 MR 来说的话，这四个点里面呢，哪一个 MR 最大？做一个控制设计师，你要学的是这个哈，数学去导，每个人都会的。那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嘛，对不对？但是看图识字，搞不好很多人他只会背，因为他念控制跟又都用数学来念啊，所以他好不容易把它背下来，你叫他背数学，他可能很简单。
但画一张图，那老师没教过的了。来 ，A、B、C、D 四个点，比 MR 的话哪一个最大？来，我们来观察一件事。所以这时候我们把那个观念弄进来，说是不是 damping ratio 越大，然后 MR 就越小，是不是？那 damping ratio 大是往这边走还是往下面走？往下面嘛，对不对？哈，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先考虑，因为这个只跟 damping ratio 有关嘛。MR 只跟 damping ratio 有关，是不是只跟这个角度有关而已嘛？对，跟哪一个圈圈是无关的嘛？对，我这里是不是有两个圈圈？两个圈圈不一样的地方是在 omega n 不一样嘛？是不是？两条直线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地方不一样？两条直线在于不一样在于说，哎，对不起，两条直线是 damping ratio， 哎，是 damping ratio 不一样，好吧 ？damping ratio 不一样。那两个圈圈的话是 omega n 不一样嘛？好，所以我们是这样看。所以对 MR 这个来看的话，我们只看 MR 的话是跟圈圈是无关的，因为圈圈是不同的 omega n 嘛。但我跟 omega n 无关，好，所以我只看这个 damping ratio。这个 damping ratio 这两个的 damping ratio 是一样大，这两个 damping ratio 是一样大。好，那很明显 B 的 damping ratio 比 A 的 damping ratio 来得大，对吧？所以很明显在 M 这里 B 的 MR 等于多少？一哦，你千万不要说哇，那背那个公式啊，什么两倍的 damping ratio 根号一减 damping ratio 平方分之一，哎，我好像讲的还蛮顺的哈，是吧？所以那你说你要不要那么顺？不用背啊，跟我一样顺就可以了啊。好，所以这里是等于一哦。为什么这里等于 1？ 因为你是 0.707， 对，你大于 0.707 的，这边是小于 0.707 的，好吧？所以事实上 A 跟 D 两个是一样大，然后 B 跟 C 两个是一样大啊，但是因为 A 比 B 大，啊，所以在这个 case 里面算这个的时候是 A 哦，我这边 A 等于 D 大于 B 等于 C， 好吧？这个 case 状况是这样的情形，这样可以接受吗？好，那如果要看这个 omega r 的时候怎么办？要看 omega r 的时候，这时候理论上 omega r 是不是跟两个会有关嘛？对不对？好，所以但 omega 如果四个来看的话，要一些数据告诉你才有办法。有些没有数字告诉你，那我们先比 AD 好了。如果比 AD 的话，你认为 omega r 哪一个比较大 ？A 比较大嘛？是不是 ？A 比较大，告诉你什么？你看。所以，如果你希望甚至我问你，那 B W 呢？就平宽的哪一个比较大 ？A 跟 D 两个比，平宽哪一个比较大？你也认为是 A 是吧？因为 A D 的话是 damping ratio 固定，对不对？所以平宽的话是跟 omega n 成正比。所以 omega 代表说，如果你现在设计一个系统，你希望平宽大一点的话，你必须把那个 pole 呢远离那个就中以中一个圆点为中画的那个同心圆的话，越远越好。你如果对原点的距离啦，对原点的距离，如果你设计的它越远了，你的平宽对应的就越大，看得出来吧？好，那如果比 AB 呢？比平宽的要应该哪一个比较大？如果跟你比 AB 的话，以 AB 来说的话，是不是 omega n 就变固定了？这时候是要比 damping ratio 的，对不对？好，那 damping ratio 比起来是怎么样 ？damping ratio 它是跟 damping ratio 是成反比的关系嘛？是不是？所以很明显也是这个比较大，然后相对这个会比较小，可以吧？所以我们是把哈会大会小这件事情把它画成图，因为对各位来讲，以后你设计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会根据 spec， 你大概会希望 pole 在什么位置，就根据我们开的 spec 啊，比如我们往后会开那个，比如爬升的时间要多少啦，那个 steady state error 百分比是多少啦哈，然后那个这个频率响应还有一些参数了，你现在还可能还没学。你到时候告诉你 MR 要多少 ，MO 要多少，甚至后面会讲到的 gain margin 多少 ，phase margin 多少。我们是根据这些参数呢，就用两阶系统的方式把它换算回来，大概 PO 要在哪个位置。好，会不会？那可能有好几种选择，到时候看你自己要挑从哪些。因为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物理的限制的话，你让 PO 可以随便摆。但有时候你设计好这些 PO 会受到物理的一些限制啊。那你可能做不到，又必须做一些调整。所以控制设计师要做的事情是，你要知道 PO 在什么地方。你脑袋要闪过去的是它的频率响应是什么，它的 time domain 的响应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前两次上课已经跟各位提醒，就是说频率响应只告诉你 steady state 的结果，好吧？它的站态这里没办法知道的啊。好啊，这是 Ben 那个频宽的图形啊，也看得出来是吧？damping ratio 如果越大，是不是这个就开始往下降？好，这边往下降啊。OK， 好。
好，那这个是把这个那个把那个，请记住，这是 unit step 的 response， 这是 time domain 的 response， 对不对？这只是 unit step。那频率响应的话，频率响应的横轴是 omega 轴，对不对？所以它的 input 应该是各式各样的频率都有。那这里对应的比的 time domain， 这 unit step，unit step 就是这样的，时间轴是这样子，然后看你的 response。所以这个换在频率里面就一个点而已，就 DC 的那个点而已。啊，所以你看这个 time domain 是这样子啊 ，time domain 这样。那我们以前 time domain 的规格都有定过嘛？对，这是这一段时间叫做爬升时间嘛？啊，那爬升时间的数字大概都有嘛？啊，那这个 steady state error， 这个这以前都有学过嘛？这 time domain 的一些 spec 啊，然后这个是 frequency domain 的一些 spec。那你请注意一下啊，这个的结果是在 time domain 里面只有一个点而已。如果我图形给你这样子的话，如果我图形给你，假设我哪一天哦，你注意我的说法啊。哪天我可能我画一个 time domain 图像这样，然后请你帮我画出那个频率响应图，当然我画不出来，因为这个只能画一个点而已，对不对？但是那个点要怎么标哈？你看，以这个来讲，看起来好像没有 error， 对不对？啊，那我就假设它没有 error 啦，没有 error 是不是对应的这里应该是0 dB 这一点，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连在一起？我突然想，你不要把两张图看成两个独立的，不是？左边的那张图告诉你是 DC input， 然后它的 output 是这样。抖啊抖啊抖，最后到这里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因为频率响应是看 steady state 的，啊，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 input output 是一样的情况？可以吧？所以是代表说，它 DC 的放大倍数是就变成一倍 ，DC 的放大倍数一倍，画到频谱这边来，这里是不是代表 DC 一倍？一倍是不是0 dB？ 酷吧？这样看得出来吗？但是只能看这个点，其他点不知道了，因为其他点你现在只有一个 DC 了，你现在又没有其他的 input 进来啊。那对这个来讲，这个 omega 这个频率，我们上说这个 omega 是 input 讯号的频率嘛？啊，那你现在目前只给你这个图，有没有给你别的图嘛？啊，这个图呢是 DC 嘛 ？DC 就是 omega 等于零的意思嘛？请问可以吗？好，所以我们看这一块哈，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好，那也就是说，如果哪一天我把它。我把这个结果把它换一换啊！我现在给我画一张这样的图给你。好，就这样哒哒哒哒变成这样的情况是吧？那我就问各位了哈，这是一个 closed loop 的一个 system。那如果我画这样给你的话，那我问你说，这个 system 的 type， 的第一个答案是 type 零，第二个答案 type 一，第三个答案 type 二。好吧，就零一二三以上皆非，你会选哪一个？哎，答案就是啊，答案就是你现在有一般你们的选择题都五个答案是吧？假设一二三四五哈，第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到第五个答案 ，type 零一二三，然后那个以上皆非，啊，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一吧，因为它是 type 零嘛，怎么看？因为它存在了一个 steady state error 在这边嘛。如果你这系统是这几种 type 的话，这个就不会有 steady state error 跑出来了。好，那如果说这是一啦哈，那我这里讲这个话 0.9， 好吧 ，0.9， 好，那我就问各位了啊，那请你帮我画出那个这个里面的 DC 应该怎么画？就要这个只是 magnitude， 还有一个 phase 你还没画哦哈。如果画这张图的话，你这个 DC 的部分要画多少？这一点你要画多少？你不必用 dB， 因为 dB 比较取 log 嘛，哈。如果不用 dB， 直接用 magnitude， 这个应该多少？这个放这个、m 的物理意义是不是 output 除以 input？ 现在 output 是多少 ？input 呢？那这样的算术还要回去问国中老师吗？所以这点应该是多少？ 0.9， 就这样子而已吗？就 0.9 而已吗？啊？这是 magnitude， 那 phase 怎么画？注意哦，你这边看到的东西哈，画到这里来，对不对？你看到这是 0.9 嘛，这是 magnitude 的部分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向角呢？因为 overall 的造成的结果是整个 response 的 output 是 input 给什么 output 的话，你可不可以回到你们的投影片的第二页还第三页的地方？来，我们说的向角是不是由这里来决定的？这是不是 steady state output？ 这是 steady state output， 对不对？然后
那个现在是这个跟橡胶是在这边嘛，以这个 case， 我现在是送 DC 进去，对不对？所以相当于这个地方跟相当于这是用 cosine 来代表嘛，哦，因为 sin 的零是等于零的嘛，对不对？你把它换成 cosine 就好了嘛。那这时候是 omega 零等于零的意思嘛，可以吧？好， omega，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用看它。可以吧？像 r 是不是就等于 e？ 所以不用理它。那这样这是 0.9 嘛？按照刚刚的说法，这是 0.9， 可以吧？好，所以这个是 0.9 嘛？都是从头到尾都是 0.9， 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来，因为它从头到尾都 0.9， 所以这里这个 delay 现在是 cos， 这个换起来是变成 cosine 的这个向角的 delay。那这边前面乘上一个 0.9， 可以吗？好，那你观察一下。这个 cosine 这个对，它不是 t 的函数，对不对？所以 omega 零这个就 omega j 零，就是我要决定这个东西嘛。这个应该这个会得到某一个值吧 ？cosine 得到某一个值嘛？但你现在观察的结果是，它从头到尾都是 0.9， 0.9 是告诉你，这从头到尾都必须是一的意思，可以吧？你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个东西，这个造成这个东西不是一的话，不是一的话，比如说这是0.9好，那乘起来就应该是0.81哦，你得到不是0.9的这个 output 出来，所以当你得到是0.9的 output 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这个东西，这个向角的部分是不是就是零度角的意思？这个 delay 啦，零度 cosine 零才变成一的意思嘛，可以吧？所以对应的画出那个 magnitude 来了，刚刚那个例子来讲说，应该 magnitude 要画 0.9， 向角一样，我只能画一个点，我没有画向角从零度角这边开始，好吧？但我只能画一个点，因为现在就一个 input， 我只能画一个点了。你要画出整个频谱出来，要各式各样的频率都有才可以，可以吧？哈，所以你千万不要学这东西，只用数学来学，数学都有了啦，只是数学要拿来用。但是数学在我们工程拿来用，它就变成一个图表出来，好，所以你要最后东西要看图识字哈。然后呢，我们还要观察什么东西？那观察就在这里了。其实最主要的出发点都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打叉叉的东西就告诉我 closed loop pole 的位置在哪里嘛，哈。那我们刚刚已经学过，因为这一章在学频率响应，所以你当然会对应就是什么频宽啦、MR 啦这几个东西。但是之前你学过的 time domain 的 response， 像什么 TR 啦、TS 啦、steady state error 啦、MO 啦，都是跟这几个有关嘛。好，那这个整个都要连在一起的嘛。啊，那当然我这边不太去讲 time domain 的 response。所以简单讲说，一旦我把这个 closed loop pole 的位置把它决定了以后，你就 time domain 那一组的哈。你要赶快回去翻你以前 time domain response 那些参数都已经决定出来，那 frequency 是现在开始教你的，所以你现在目前学到的几个重要的跟 frequency 有关的一个当然是 MR 嘛，频宽嘛，好，那这 MR 对应的一个叫 omega R 嘛，而且这现在目前呢知道是 MR 跟频宽这两个是你比较重要的东西，在这里的频宽呢，我再强调的 definition 是假设一半 energy 可以通过的情形，好，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频率响应大概都像这频率响应大概都像平滑的下来的啦。不会是这样子下来，就一般都是这样平滑，平滑下来的时候，你就取3 dB 的地方啊。所谓的3 dB 是指从这里掉这里掉了3 dB， 所以我们称这个频率。所以你下次听到3 dB 频率，就指说从 DC 这边掉下来3 dB 啊。那在你们电子学里面，从最高的地方掉下来3 dB 这样。好，那这样的，比如说在15页之前呢，我们大概把这个 system 的 response， 好，回到这个 system 里面来。一般来讲，我大概在上课这样讲一些很难听的话，一般退选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不是，是教学评鉴的成绩就差很多这种情况。因为上课常常喜欢骂人，所以你们要有个经验，就是说要能够忍受我在上课的时候会骂人。那上课会骂人，大部分情况都是上课在睡觉，或者是那个收卷了以后，同学才进来说，哎，我刚刚晚到啊什么这些，或理由一大堆。我们收卷我就不接受任何理由了。好，那从下礼拜开始就正式的考试啊，什么一大堆就赶快跑过来了，所以你们还有2天时间赶快去退选，知道吧？好嘞，看了，刚刚的 M 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开始要设计了，就设计说，如果我像加上 zero 的话，对你这个 system 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来看，我现在刚刚我假设的 M 是不是这样子？是我们刚刚是写成这样子了，对不对 ？S 平方加什么？但是 closed loop 是 M 是这样，那 open loop 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是变成 G。这个 open loop 是这样子，是不是就这个样子？这是你在 time domain 里面的样子是这样，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来，那我们所谓的加 zero 是什么意思？这里加 zero，
我在 Time Domain 那边有学过，或者那个 Locals 也学过，你如果要加 Zero 或加 Pole， 是加在 Open Loop 上面，还是加在 Close Loop 上面？那我们像这个范例感受，我把加个 Zero 是不是加在这里？有没有？这个 Zero 是不是加在 Open Loop 上头？你观察一下，当我把这个加入 Close Loop， 其实是改变的。Close Loop 改成什么？ Close Loop 改成这样子，是不是 Pole 不一样了？本来我的 Close Loop 哈，如果没有 zero 的时候，是这样 ，omega n 平方在这里，我再写一遍啊 ，s 平方加，看这里好了，好吧，写不下去了，这样看这里啊，你看这个 close loop pole 原来是这样，你加上一个 zero 以后，是不是 close loop pole 很明显就改掉了，改掉了，好吧，啊，改掉了哈，好，好，那我们要观察什么东西呢？来，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学法，好，来，这个是不是告诉你本这个 open loop pole 是不是一个叉？一个差，这样对吧？你的 damping ratio 都是大于零的值嘛，哈、哦，可以哦。那你如果加上这里加上一个 zero， 是不是像比如你可能加这里，可能加这里，也可能加这里，看你加哪里都可以嘛，是不是？那以前你学过 Lu locus 嘛，你大概不喜欢加在这里吧 ？zero 不会加这边嘛，因为 zero 如果加这边的话，你知道说到时候 Lu locus 不就被这样子跑吗？会有机会 unstable 出来嘛？哦 ，zero 加在这里是不是叫 non-minimum phase？ 因为 zero 跑到右半平面去了嘛。那你看 ，zero 如果在这边，我们在 locus 有学过 ，zero 的地方就是 pole 最后的一个终点嘛，一个最少会有一个 pole 会跑到 zero 这边来嘛。如果你有两个 zero 就两，反正一个 zero 对应就有一个 pole 会跑到那边去。哦，当 k 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跑那。所以如果你把 zero 放在右半平面，就代表说你的 game 如果调到某个值以后，它一定会变得 unstable， 因为一定会有一个 zero 去往它那边跑。好，所以在我们平常设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个。zero 呢会在右半平面的情况，好，那所以一般你大概会选这样子或者这样子嘛，看你怎么选嘛，哈。那在我们还没有做任何设计之前，你为什么我们要去学 locus 之后，你看我光在设计的时候，你看如果一开始是这样两个叉，如果你把 zero 选在这里，那你可以知道说它到时候走会这样子走嘛，你同意吧 ？Close loop pole 是这样走，对。你看如果说你 zero 比较接近这边的话，比较接近这里，所以它这里是不是只有这一小段可以走而已？这个有一大段可以走，对不对？所以很明显，最后这两个 pole， 这两个 pole 是不是 close loop 的 pole？ 哪一个比较重要？一定是这边这个比较重要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设计这个 zero 哈，设计的比较接近这边的话，那就代表说你的 time domain 的 response 里面是由这个来做决定的，这个人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好，那而且如果你 zero 设计在这两者之间呢，你发现它不会共振，对不对？也不会跑上来，什么都不会嘛。因为 damping ratio 不，你那个 close loop 跟是不是永远都在石头上头，是吧？那你 zero 摆这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zero 摆这边是不是会这样的情况？两个 pole 一个 zero 跟轨迹就是一个圆嘛，对吧？啊，所以它会这样，所以它就有机会往上拉嘛。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喜欢把这个 zero 呢，应该是放在这里。如果两个 pole 是这样，会放在这一边嘛？放在这边的话，就可以把这个 pole 呢拉到那个。Compress plane 这边来嘛，好，那拉到 Compress plane 这边来的时候，我现在都还没做这些分析的，我只是跟他说，当你只有两个 pole 一个 zero 的时候，我们控制设计师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样，当你这样拉过去，是不是这样的话有机会切到两个点，对不对？啊，像这样拉过去就要切两个点，同意吧？啊，那这两个点，那可能就在这条线上面的 damping ratio 就是固定的值了嘛。所以，比如说你到时候要选这两个，还是选这个切点，还是选什么地方，这个。每个点不一样，对应的是 time domain 会不一样，频率响应也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要先学说 pole 放在什么位置，会有什么样的 response， 我们要先知道。啊，等到真的碰到实际的设，以这一点来说，我要设计一个这样的一个 controller， 就加上一个 zero。那我看看说，你本来不加这 zero 的时候是这样的，轨迹是不是像这样子走？加上这个 zero 以后，轨迹就会被你拉过去了嘛？啊，会往那边拉嘛？是吧？那我请问你啊。本来的轨迹在这里，往那边拉的结果 ，response 是变快还变慢？所以你可能不习惯我上课一直在问你问题了。不过一般的应该很习惯了吧？我再说一遍，如果原来是这样的话，是一个 pole 一个 pole 在这里，那它的轨迹图不就是这样子？这就是 k 嘛，是不是？这就是 k 的位置。好，轨迹图就像这样走嘛。好，那如果说我加上这个东西，有时候轨迹会变成这样子走。哎不 ，zero 在这里啊，轨迹会变成这样子走嘛，是吧？那从我们控制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比较喜欢是 A 的还是喜欢 B 的？
一定是 B 的情况嘛，对不对？因为 B 的东西比较往那边往这个东西往那边移的结果是它的那个站态响应就很快就会消失掉了嘛，好，很快的进入你的那个稳态。那你要站态响应很快消失掉的话，很明显的，你要站态很快消失掉，很顾名思义就是说，它这里那个什么，它要爬得很快嘛，爬得快一定有高频的讯号进来吧？注意我的说法啊，来，这样子走，跟这样子走，是一个快一个慢。那很明显的，这个是比较慢的，对不对？要合成这样比较缓慢的东西，是不是也要一些 sin cos 来帮你合成嘛？那这个东西瞬间上来，是不是要更多的高频的讯号 sin cos 帮你合成，才有机会很快的往上拉？所以这里告诉你说，它的讯号一定是比较高，它是一定有高频的讯号才能够很快的拉上来嘛？高频的讯号会存在你的系统里面，代表你的频宽是大还是小？一定是大嘛，因为频宽小，高频就塞到那了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当你把这个整个往那边拉，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是，越往那边走的话，距离原点越远的话，是频宽就越大，对吧？所以很合理嘛，可以吗？所以你看，当我们在讨论这东西，其实我们已经把数学哈，我们已经把数学变成了 PO 的位置在哪里了。所以 PO 的位置在哪里，其实已经把数学已经导进来在里头了哈。好。这是在我们还没做任何其他的分析之前，就是跟你讲说，你以前所学过的 locus 就可以告诉我们得到一些结论出来了。那另外就你看这样一样切过去的话，切过去的话，同理哈，这边当然都比较偏这边，那这个共振起来会比较大。也就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以这样看起来的话，一般来说加 zero 的效果会比较往那边走。那从电的角度来看，你加 zero 进去哈，加 zero 是不是加这个一加 ts 对不对？那很明显，这个是不是一个微分器？对吧 ？ts 这个 s 的物理一就是微分的意思嘛。那这个一在这边只是把原来的讯号不动了，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一个原来讯号不动，一个是吧，把原来讯号微分一次的意思嘛。微分的话是不是你本来反应快的微分结果是反应的更快？同意吧？微分是不是要抓你反应的快跟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本来的讯号微分的结果就是抓它的高频的意思嘛，对吧？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里会让很多高频的过滤，就因为你有多了那个微分项出来嘛，啊，微分项会本来高频的变化变得更快出来，因为微分的结果变得会更快出来啊，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加上一个这样的 zero， 目的就加一个微分器在里头。那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的，这个东西用电路怎么去做出来啊？那我们上学期已经教过了嘛，哈，那个 A 班的同学，因为你那个第四章的电那个。你第四章里面有教过 OP 嘛，所以其实你们也教过了哈，所以怎么去 realize 一加 TS， 这我们已经教过了哈，啊，教过不表示会了哈，这我知道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再验证一下你到底会不会，知道吗？好，打了一个问号了哈，所以你应该知道意思了哈。那我再观察一下，来，现在就我现在加了一个 zero 进去，第一步哦，第一步观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各位请你观察一下，这个变成这样子哈。Close loop 这个就是 G 的一加 G 了哈，它变成这样。你第一个我说过嘛，一旦这个写出来之后，第一个观察就是它的 DC 是多少嘛，还有它高频是多少嘛，对。这里看起来 DC 是多少 ？DC 是这个没有了嘛，这个也没有了嘛，这个也没有了嘛，是不是一的意思说，如果你送那个 unit step 进来，比如你送个电压送5伏的电压进来，出来的结果最后还是5伏嘛，这才叫做 DC gain 是一的意思嘛，哈。但是这个你要有不一样的，等于说我加上一个 zero， 这是不是加一个 zero 的意思？加上这个 zero 好像并没有影响我的 DC 的一个 gain， 我的 steady state 结果并没有被改变掉，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这边是用范例来告诉你的，假设我这样选 0.707， 就因为直接他用直接的数字进来，你看的容易比较容易了解，就因为他开始画图了。要对这个来画一些图形出来，就 S 等于 G omega。那这个画起图来，因为你看变数有几个，变数有这个是个变数，这是变数，还有个 T 也是变数的。这里变数太多个了，那这里要看 zero 的影响嘛 ？zero 影响是不是跟这 T 有关？这 T 是不是决定 zero 位置是不是在负 T 分之一的地方？是吧？在负 T 分之一的地方嘛，哈。所以他想把这两个影响的东西把它降低一点，所以他先把它固定下来。这固定的值呢，它固定在这里。这是不是就根号二分之一？这群一的地方，也就是说 ，original system 是长这个样子的情况。这个告诉你，当你还没有加 zero 的时候 ，original system 这个是不是告诉你它的 pose 在这个地方？原先是这样，对不对？那走走走走走走到45度 ，close loop pose 在这里了。
当你没有加 zero 的时候，以这样的系统来讲的话，这个 cos loop 说是 s 平方加，这是根号二 s 加一嘛。如果你还没有加，就要对应的 t 等于零的时候，是 t 等于零，是不是就你没有加 zero 的情况？但你还没加 zero 的时候，它这两个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现在加上 zero， 加上 t 进去了，我把 t 加进去了，好，那请你观察一下哈，我现在这个横轴是 t。都是 D， 我们这学期会有很多要去 run MATLAB 的模拟的情况了，因为设计这个东西没有 MATLAB 还真的帮不了你什么忙啊。来，观察，这是 T 的话 ，T 一样，我看趋势越往这边走，是不是 T 越来越大 ？T 越来越大，代表着以这个来讲哈，我现在是一个 pole 在这里，一个 pole 在这边，这个 pole 是在这边，两倍的等于对，就这是根号二。如果我加上一个 zero 进去 ，t 如果越大 ，zero 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你观察一下啊，像 s 等于 zero 是在负 t 分之一的地方，所以当 t 越大的话，是代表这个就越接近 g omega 轴的意思。所以说 t 越大的话 ，zero 是越往这边走的意思。可以啊，所以你看，如果说这是一的话，是不是代表说这个如果是负一的话，是代表 t 等于一的意思？可以吧？如果这一点是负二的话，负二代表 t 等于 0.5 的意思。好，所以当你 t 这边越大之后，其实这个 zero 是越往这边走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把这个趋势把它弄清楚一下，不然你光看这张图，反正就是按照数学把它画出来就好了嘛。好，那你有没有观察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把 zero 加上去的，我们先观察，这是在算平宽的啊。那这个平宽怎么算？来 ，m 是这个对不对？这个其实还蛮复杂的哈。那你要带 g omega 嘛？这带 g omega 左右，然后再取这个绝对值等于根号二分之一嘛？这个解数学家应该是相当复杂的一个东西嘛。刚刚没有 zero 的时候，之前没有 zero 的时候，那个 bandwidth 就一个很长的一个数学式子了嘛。再加上这个东西解起来是更难解嘛，哈。所以一般的难解，我们会用 numerical data 来做哈。所以这个解出来的 numerical 的 data 这样，所以其实有了电脑以后，我们的 solution 有两种嘛，一种是 analytic 的 solution 嘛，就直接把数学公式写出来嘛；另外一种数学公式如果很复杂的话，我们就会写它的那个 numerical 的一些数值嘛。那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什么？你看那个平宽哈，平宽呢是先掉下来再往上拉，哎，这个平宽是不是当这个 t 越往这边走，是不是先往下走，然后再往上走？再开始越变越大，越变越大的情况嘛。这个你先说，从电脑模拟看起来的趋势是这样的趋势嘛？好，那但对我们来讲，我要去解释这张图啊。你如果现在你在外面上班了，当然懒得解释，完了现象就是这样，按照这样的结果去设计就好。这个我们称叫做那个 know how 而已了。但是你在学校里面，你要 know why，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你要去知道一下。好，为什么会往下掉，再往上拉上来？那很明显说，当 t 很小的时候是往下掉嘛，哈，然后那个什么，那个 t 变大的时候会往上拉嘛，啊 ，t 变大的往上拉，啊知不知道为什么？好，你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想从上课来知道为什么，来，我们观察一下来，这是像这样的，刚开始的两个叉在这里，两个 pole 在这边，好，然后那我加上一个 zero， 我加上一个 zero， 以这边来讲，这边是 t 比较小的 zero 会宽一点，应该是这样子吧 ？s 等于负 t 分之一，对，好。那如果越往这边走的话，这个越来越大，所以 zero 就越往这边走。现在是这个是的确是负根号二 ，t 越大的话 ，zero 越往这边走，可不可以？好，好，你看啊、哦，在我们刚刚的说法里面说，如果你这个在这里的话，这个是不是只能走这一段？然后这个在这边 ，dominant 的 pole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吧？是不是？因为最后 close loop pole 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嘛？如果我们只光讲这两个 pole 的相对位置的话，的确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这里你要注意要观察一个现象啊，什么叫一个现象啊？最夸张的例子是不是这个 zero 跟这个 pole 两个对消掉？这是最夸张的例子，对不对？如果对消掉的话，是不是只剩下这个 pole 而已，就变成一个 pole 而已，对不对？好，那正常情况下不会嘛？哈，正常情况会当 t 越大越往这边走，那从这里看起来，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如果这个是 dominant 的话，那照理说哈，那另外这个 pole 如果比较不相对那么重要的话，那这个 dominant 它的平宽不应该变大，应该在变小才对啊。
这样你懂不懂意思？我再说一遍啊，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看我把这个局部放大一点，是不是这样？你要只剩下这一小段的，这一小段对应回去 time domain 的情况呢？回到 time domain 来，它是消失的，一般来讲应该是比较慢一点消失的情形嘛。好，比较慢，暂态如果一直都存在的，表示你没办法没有机会可以到达稳，对，要到达稳态的时间要比较长啊。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你看啊，当这两个很接近的时候，我们在看到 time domain 的时候，是应该 a 的一负 pt。这个相对的位置是不是告诉你的这个值是多少的意思？那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值要去做决定的？我再说一遍啊，现在你 zero 摆在这边的话 ，zero 摆在这边的时候，我轨迹图其实会这样子走嘛。那如果你 zero 是在这里的话 ，zero 是在这里，我轨迹图其实是这样子走嘛。所以这里其实有两种轨迹图嘛，哈。当你 t 是很小的时候，轨迹图是像这样圈圈的。那如果是 t 是在往这边走的话，轨迹图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好，那我特别举这个例子出来，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是要跟你提醒一件事情。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可以 recall 一下你之前学的根轨迹图哈。你以前学 locus 大概直觉都觉得啊，这个你以前一定是这样学哈，就 s 啦 ，s 加 p 啦，然后 k 的 s 加 z 啦，好像是有个 zero 的，然后 k 在那边变来变去的嘛哈。你对应到这一题里面来啊，对应这一题来，你会觉得。当我们在画这个根轨迹的时候，请注意我的观念哦，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在画这个根轨迹的时候，我这个变的东西是谁在变？是不是 k 在变 ？k 要变，才会有轨迹会动，对不对？那你看，也就是说，这个轨迹虽然我画成这样，但它也有可能只是落在这两个地方而已，这样对吧？如果你 k 选的不够大，是不是就落在一点点的地方而已？好，以前我们标准的写法是这样子，可以接受吗？回到这一题来用哦，回到这一题来用，这一题是不是应该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请你告诉我 k 是多少？以这一题来说 ，k 是应该变成，我要把它重写成这样子。这两到下面就写不下去了哈。我现在能写的空间，我凑这个呢，是 s 的 s 加，这是有一个 p 在这边，这就是 p 了嘛，对不对？这就是 p 了。这边是应该把 t 拿出来，可以吧？然后呢，是不是 s 加上 t 分之一？也就是说，我这里的 t 是不是一个这里 t 对应着这里的 k， 对不对？那以前我们在画这张图的时候 ，p 跟 z 跟 k 的是都三个都独立的东西吧？所以因为独立，所以你 k 你跟 zero 不会动嘛，对不对？你 k 可以自由去跑嘛。当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 zero 跟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倍数两个是联动的？意思说，当你 zero 决定的时候。这样的形状当然是这样的结果，但是 zero 决定的那个 k 就已经固定出来了，也就即使我画出这样的东西出来，我实际上轨迹不会在这个上头，我轨迹还是在这个上面而已。那意思变成说，如果我们碰到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趋势的话会有这样子走，或者是另外一个是这样子走，另外一个是这样子走，这趋势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你真正的 close loop pole 是落在哪一个？会 depend on 当时的这个 t， 也就是当时的 zero 在哪里，对吧？所以这里的变数其实是比较多的哈。那这里画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画出来说，这里它也没有一定的一个结论。说你看我可不可以得到像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加上一个 zero bandwidth 就一定会增加，我也不能这样下结论。所以我这边正常这个 general rule， 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两阶系统，它是一个比较复杂，因为它变数比较多。这个例子是典型的跟你提出来说，传统的两阶的话所得到的结论，当你加上 pole zero 会有一些些微的变化，好，但那所以说，当你设计好的时候，还是要透过 MATLAB 来帮，因为太高阶的时候人脑是处理不过来的。我们用手用笔来弄的话，是针对比较单纯的系统，哈，那单纯的系统会告诉你趋势是什么，但最后比较精确的结果要透过 MATLAB， 这个地方告诉你说，的确是有啊，当你加上 zero 之后，趋势的确是会往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地方会往下掉下来。它是会有机会往下，这个掉下来的 t 是比较小的 t。以这一题例子，你只能讲说以这个 case， 不能讲 general 的 case 哈。general case 如果这边多一个 k 出来，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 for 这个 case 来说的 ，for 这个 case 来讲，它会有叫掉下来在上面，但大趋势来讲在往上走。往上走的 t 呢是比较大的 t， 也比较大的 t 代表说那个 t 是比较接近 g omega 走的这个 t， 所以它的 response 会是这样的 response。从这里会往上走啊，也就是到这里你可以猜出来，它换它 time domain 的话，一定是
这两个东西对应的这地方那个 A1 的负 PT 这个值本身一定不大。我再跟你提醒一下，这个值，因为这两个很接近，这两个值一定不大。这个不大的结果代表说，虽然相对的这个如果叫做 P1， 这叫做 P2， 另外一个是应该加上一个 B 的 P2T。好，那这个比较接近，所以照理说这个消失比较慢，这消失比较快，但是这个值如果被你压得很小的话，最后你看到的会是这个，而不是这个。好，所以影响你那个耳朵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倍数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假设这边是一exponential， 这边如果 exponential 的负 0.1t 跟这 exponential 负 t， 当然这个消失的比较慢，这消失的比较快，是吧？好，但是如果你前面乘上一个东西，这个是除以一千，跟这是一倍的话，那是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这个瞬间被你压低下来一千倍，所以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这个东西出来。好，那目前这边就从这个现象告诉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对应的这个值一定是比较小的一个值，也就是让这两个 pole 在这看的是这个 pole 反应出来是很快消失，剩下只剩下这个 pole 来做决定。所以当你 zero 越往这边走，这个是越往这边走，越往这边走的话，所以平宽拉宽到相对就比较宽，因为 pole 在这里的这个平宽就是比较宽嘛。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好来 ，magnitude response 会怎么样呢？各位刚刚看到是一个平宽的，看 magnitude response 这一题的情况也是这样。我现在还是假设在这里哈，1.141。那一般你做这张图以后，我们这张常会看到这种图啊，什么图 ？t 等于0的图 ，t 等于0是代表不加0的情况，所以我们先看不加0，这是我们的参考值，然后再看看最后的加0的反应会怎么样。来，这个是在这里，这条线是假设没有加0 ，t 等于0是不是就是没有加0的情况？好，就是你还没有加任何东西。那加上0以后呢，我们来观察它频率响应会变成像这样的频率响应啊。这个频率响应告诉我什么东西啊？你看，我一般来说的话啊，加上一个 zero， 直觉上面的加 zero 应该是想要把频宽拉宽嘛，因为你加上 zero 的目的是让高频可以过去的意思嘛。我再说一遍，加 zero 的目的是希望让高频可以过去嘛。高频可以过去的话，一般来说频宽会拉宽嘛。好，那以我们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零点七零七在哪里？零点七零七是这个，所以我们看我频宽有没有改变哈。当你不加控制器的时候，这时候频宽是在这一点，是在这里，在这里。好，那一旦你加上这个以后，你看这个整个拉过去，以 t 等于5的例子来讲，是频宽被你拉宽了，这个大概是在3点多的地方吧，原先是在1的地方嘛，好，原先在1的地方，但是哦。当你这个 t 是够小的时候，是频宽是被你拉窄了，没有？它是先窄后宽的。这张图啊，这张图对应的是前面的，这个都一样嘛，对不对？这些都参数都是一样，对应的前面的，就前面的情况，哎，对，前面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来，是不是先小后大？先小后大出来啊，所以画到这张图呢，这是横轴是 omega 的时候，你看这边是。t 如果比较小的时候，频宽是变小的 ；t 变大了，这 t 等于5，因为频宽就被拉宽起来了。所以化解 magnitude response 会像这样的情形出来。所以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个趋势呢，大致是对的。所以你加上 zero 的话，加上 zero 的话，它一般来讲会拉的比较大一点啊，但是它会有小部分的情况是在这里的时候会变小下来啊。好啊，如果是这个状况。这张图啊，这样注意到这个就不一样了，把这个它改成 0.2， 我们看 n 还是选1了哈，这都 normalize 变成1，这选 0.2， 那也是一样， 0.2 的话 ，t 等于0的时候 ，t 等于是这样的， 0.2 的话是不是后有 overshoot 会跑出来 ，mr 嘛哈，这是 mr， 会大于1，这没问题吧？因为 dumping ratio 如果在0到 0.707 之间的话，它是会有正上来再掉下去的情况。现在假设是选 0.2 嘛。要选 0.2， 所以会拉上来一下哈。那如果我们把它加上 zero 进去，往下走是不是 t 越变越大的意思？往下走是不是 t 越变越大？好，到 0.2， 然后0.5到，那慢慢 t 越来越大的时候是1、2、5。请你观察这边东西哈。我们往后哈，往后会来跟你解释这，因为先把这个现象把它看出来。好，来，再看到这里越来越大的时候，频宽怎么样？观察一下频宽怎么样？
也就是 T 从零开始 ，T 从零开始增加的时候 ，T 从零开始增加，你看这张图哈，你从看图式子告诉我，平宽是变大还变小 ？T 开始从零开始慢慢增加，然后最后再说增加很大很大的情况下，变大还变小？所谓的变大变小，先看零在哪里，对不对？零对应的平宽是这个嘛？零对应的平宽是在这里嘛？好吧，所以当变成 0.2 的时候，是平宽要变成小一点点。越来越小，越到这边越往这边，所以 T 也是开始下小一点，然后最后呢，开始 T 大到某个值以后呢，又开始变宽了，有没有？所以开始变宽起来了，到外面去了，是不是？所以你这边看起来是加上一个 zero 的话，要看你 zero 加在哪里啊。平宽有时候会变大一点，会变小一点，对吧？啊，这是它的 unit step 的 response。如果你看到 unit step response 跟我们的预期是蛮符合的了哈。第一个你观察到说是不是爬升时间都变短了，请你观察一下，有没有爬升时间有没有变短，一样，你是对应的现在 T 等于0是哪一个嘛， T 等于0是这个嘛，那现在目前的状况是取这个，是取那个 damping ratio 是取这个根号二分之一嘛， 0.707 嘛，那根号二分之一，所以它会震荡一下嘛，它会爬上来嘛 ，overshoot 会拉上来一下下嘛，对啊。好，那我们观察说，当你加上 zero 的趋势都一样 ，zero 就是就很快就会爬上来哈，而且 T 越大的话爬得越快啊。那 T 大爬得快，这是 make sense 的，对不对 ？T 越大，我们刚说 T 刚开始呢会稍微把平宽稍微拉小一点点，啊，再来很快就平宽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你看，当 T 大起来的时候是爬得非常非常的快。像这种瞬间爬上来的东西，你一定要很多的高频来看才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根据那个我们上次讲那个 Possible Theorem， Possible Theorem 是告诉你说，这个一小段的时间里面爬得这么快上来，所以代表高频的能量一定相对是要有的嘛，哈。所以以这个跟这个来比较，我们大概可以猜的时候，虽然我们用电脑去算高频的宽度，高频光宽度的部分的话，这个的结果一定比这个来得多嘛。就相对宽频的那个高频的宽度来讲，这个一定比较更宽嘛，因为要更多的高频讯号才能够使得它可以瞬间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上来嘛。好，那会有这么大一个高频讯号过来，当然是因为你加上一个 zero 把频宽拉得很宽，你看 T 等于5是 T 等于5相当于说 T 的 S 加 T 分之一嘛，所以这个倍数其实也放得比较大一点嘛。好，那其他的 response 都一样哈。刚刚是简单的看说加上 zero 的状况，好 ，OK， 好。